第三太子阿公姓家的人，以及咱冠佑一家，以及咱苏俄唐廷江，以及咱曾祖咱克勇先生，三爷咱脚下众神是明镜来恭迎姓家，诚心搭起安坛之座来恭请咱江上会中坛万岁。
非常感谢咱台南辛苦咱平常的上班人员啊，在财务当中啊来为市服务，非常辛苦，谢谢。我比较好，反正。好，接着呢，继续再来通过我们红盘，在烧菜期间再来。